个地方人巨多，杀出去就飞。为什么这个地方没人来呀、啊？打拳了、啊。咦，不好意思，没想到里面有人吧。小兄弟，偷袭你。这个适配是什么鸟？嘿，这个思维太 low 了，太 low 了。吓神了，搞偷袭。你还真救啊，你还真救啊。我操，你真救啊，牛皮啊。拜拜了您呢。我有这个包不怕的啊。我有这个哎。电波干扰背包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像个频率干扰器，可它是用来干扰什么的呢？还搞个问号，干扰什么的呢？哟，报警了。哦，坏了，没电了。哟，看到个人物场。你怎么看？哎呀，这个怀疑我是外挂哎，他举报我哎！哎呀，这怀疑我是外挂哎！不能举报啊，不能举报啊！主播直播再打哦。
换个角度，我带这个电磁干扰波的包，我可以打决赛就躲起来，哎，大家一起吃毒，是不是好想法啊？嘿嘿，躲起来，躲躲躲躲躲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。我想把，哎呀，算了，不剪了。我想看一下有没有三级头，还有四个人，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队。我现在得用一个方法，就是大家一起吃毒，那我肯定吃鸡，把他们全部毒死。那关键是前面又是没有防区，没有遮挡物，吃不了。来人了，来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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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我操，坏了，这个，我操，这个毒。我的乖乖，这个掉的也太快了吧！不是吧？前面两个人在瞄我，我没了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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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没办法呀。